啊，你哪会伫遮？敢讲你是伫等我下班？你真正是伫等我？啊，你哪知影我坐这班船转来？我就在想，你上下班都搭渡轮，所以我在这边等，总会等到你。啊，你想要啉咖啡无？我请。还是你想要去海边散步？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代志啊？咱会当找一个较有气氛的所在坐落来，豆豆仔讲。你哥刚刚来找过我了。我阿兄去找你，是不是伊去找你的麻烦，你无欢喜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不好让你哥误会。哎呦，你莫猜伊啦，自细汉伊就上爱管我的代志，不管我做啥，伊都看袂惯势。若毋是为着要常常拄着你，我早就搬去工厂的宿舍住。啊，阮阿兄若是对你讲啥物无好听的话，你莫藏伫心肝内哦。可是关心你，他是为你好。我才无需要伊的关心，根本啥物拢毋捌。非得毋管伊讲啥，拢袂当阻挡我追求我家己的爱情。我就是想要甲你做伙。你是安怎安尼看我？明秋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想让你误会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交往。我会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哥还有阿勉把事情怪罪在你头上。所以讲，你只是为着要替我解围，不是认真的。真的对不起，早该想到会这样。如果我知道会这样，我就不会这样做，这样反而伤害到你。啊，你会安尼想，就表示你的心肝内阁有淡薄要紧我，我阁有机会。你值得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你就是上好的啊！我这世人无可能阁找到比你阁较好的查甫人。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？你无讲话，我就当作无。还是讲你的故乡有人在等你？我说过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成家，那只是我自己的选择而已。那是一个人的心是一间厝，那呢你这间厝搁欠一个女主人。你即马把门关起，唔肯拍开，迄是因为你还未拄着，互你认定的另外一半。啊，你哪会当确定讲，我就唔是迄个你等的人？明秋小姐，我真的只把你当妹妹看。无你讲看卖啊，我到底是倒位产生你的小妹？我妹妹的个性跟你很像。一样活泼打气，也曾经傻傻爱过一个男人，但是到最后却被折磨得遍体鳞伤。所以你不甘？你感觉我跟你的兄妹同款戆？你在同情我？安尼嘛真好啊。相公，同情就袂变作爱情。我愿意试看卖，无得靠，我一直弄你的门。你一个人伫厝，感觉孤单，还看到我伫外口，行来行去，
看到我的坚持，我的可爱，你就愿意把门打开，让我入去啊？我真的不愿意成为那个伤害你的人，因为这样我自己也没办法原谅我自己。你现在做一点的机会都不肯给我，一个男人如果不能给女人承诺，就不该让她有所期待。明珠小姐，明知前面是一条死路，我怎么能害你把自己困住？就算讲是一条死路，也是我自己甘愿去行的。你不要感觉有任何的负担。朱小姐，好啊，你莫再讲啊！你会当无爱我，啊，不过你袂当阻挡我爱你。我相信你今嘛只是惯习，把你心内的门关起来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是上适合你的。莫迪卡，到迄个时阵，是你拼命来求我嫁予你的。好啊，我先来转啊。啊，等我放假的时阵，我过去送便当予你。Oh.